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首先呢就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。一个人的心态是最重要的。你看，你看啊，我们做什么事情啊，有时候一个心态好，把一件事情就解决了；一个心态不好，就把一件事情搞砸了。当你心态好的时候，你就会能够做很多很多的开心的事情，就让这件事情呢增加了正能量，而且一边做一边心情特别开心。